我喜欢阿北的率直纯真，然后也很爱讲真话，跳脱蓝绿的包袱。可是四年快过去了，我现在看柯市长的新闻，只要遇到北农总经理吴怡宁就爆气。非常谢谢啊，今天先谢谢啊我们潘潘的提问。你昨天脸书有提到，就是要打造一个共融的城市，不需要说是不是前科粉，有批评就会改进。对啊，反正我都态度都这样啊，不管哪一党的，你讲的我天天有道理，我都会改啊。但是陈医师昨天晚上他脸书又说，就是不需要，就是说好像不认同你，然后就在那边哭啊，或者说对你很失望。他说不需要脚踩别人。奇怪，他昨天有写，我怎么没有发现？陈医师他现在又出来帮你打包，他说他自己也是科粉，然后他又现在又说不需要科粉，对，我回去再检查一下。问题是我没有我的脸，他的脸是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，会不会认同他的话？因为他说不需要脚踩别人。不会啦，还好，哎，被人家踩是蛮习惯的嘛。所以这个是属于可以影响的，我再回去影响他一下，叫他少写一些吧。没有，他本来就凶凶的，我回去再跟他沟通一下。我真的没有什么意见了啊，大家回到市政啊。其实潘潘他过去是柯粉，然后他的心理有所转折，这是很多在面对政治人物他的表现或者是他的言行啊，大家可以自由做选择的。缠在这样的问题上毫无意义嘛。啊，那柯市长好像本身也在脸书也有所回应了啊。那还要纠缠在这个议题，我真的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